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手指关健康啊，看看手指啊，我们五个手指，这个手指呢，最大的特点呢，你看看，这边在经络上，这边是阴，这边属阳，那么手指刚刚就是阴阳交替的地方，血气周而复始，至此回复就是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它最能反映健康的问题，就等于一个很简单，我们一棵树啊，一棵树如果上面的树叶干了，是哪里的问题呢？往往就是根的问题。那么人也是，人的内脏的经脉的气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内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最大的特点呢，它马上在手就看出来了。所以手指是非常敏感，反映人的身体健康。就是在它里面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没表现，现代医学还没检查出来，手指就看出来了。是啊，连农民都很容易看，农民就看到了，一看，哇，叶子干了，没有水，他赶快去，是覆水啊，车水啊，是吧？一看叶子黄了哦，他马上就来，没有肥啊，他借钱都要买肥啊，赶快施肥下去。但是我们天天看这个手指的，没人注意这个手指的特点。是吧？等于我们天天上楼，我问大家呢，有没有住八楼啊、六楼啊？但是上到六楼多少级楼梯，问十个九个都不知道，反正我上去就知道，是吧？但是盲人他就知道了，那盲的一级、两级、三级，他知道多少级就到了。他盲人还走不错，反而有些睁大眼睛还走错，有时上多一层，有时以为到了一层，是不是啊？睁大眼睛没有数嘛。所以有些对着心中的事物啊，他没留意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手啊留意一下，我们哎，对自己它是健康问题。连农民看到那个禾苗，看那个树叶干，他都拼命浇水。我们看到的干呢，看到有问题都不去保养，是吧？个个都以为是我病了就有医生，到病的时候往往很难救的了。人真的不是死于这个疾病，是死于无知，就不知道。糖尿病怎么来不知道，高血压怎么来不知道，心脏病怎么来不知道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这个手呢，实际上就很早就告诉我们，很微小的东西就看到我们。那么如果能把这个微小的稍微注意，那么就避免很多很大的问题了。哦，我们先看看手指啊，手是这样的，在我们整个手里面，凡是手指呢，一般是代表头了。那么手掌呢，就刚刚代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，说手掌里面有任何的异常点，都跟里面的内部有关。那么手背呢，就代表我们的背部，说这个手背有什么，不要看啊，它有老人斑啊、青筋啊，一条条青筋，很多人没留意它啊，实际上它这个对我们背部的影响很大的。那么手指怎么看呢？第一个，拇指关联的是那个肺和脾的问题，就是如果你的肺和脾不是很好，这个拇指啊，它就不是很好。肺脾啊，这代表肺脾的问题。肺脾不够，刚才讲的手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没气没力的，手都不想伸出来，身体差的人连握手都不想伸出来，实际上就是那个肺脾的气不够。够气的人都不一样，手都张开，他个肺气不够力支持，他的手都掉下来，是吧？所以手张开来的时候，就感那个肺脾是非常重要，是一个指节。你看指节一定要比较粗壮啊，整个比较看上去比较粗壮一点的，看上去竹笋这样比较粗壮一点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一般粗壮的人呢，就是反过来越直越粗壮的人呢，就是火气越大了。有气吗？气过多也不是，气有余便是火，中医讲太厉害的时候，他的火气上就容易动肝火了。但是这个拇指又扁又没力又小又细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人呢就多为神经衰弱了啊，老是睡眠不好啊，工作紧张啊，就是办事又缺乏耐性啊，干什么干两下都不想干了，没气没力都不想干了嘛。所以有气的人
跟煤气的人就看那个手指，你也看到了。那么拇指还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我还可以看性功能的情况的。我们很简单哈，我们用手那摸着这指头有没有气，怎么知道有没有气呢？最好是这样看呢、啊，拇指你看压着它，压着这个腹部，一、二、三，放下。啊，如果它马上弹起来，就是有气就弹起来，汽车轮胎一样，一按下去就弹了，气球一样摁它弹起来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气它就弹起来，那没有气的人呢，按下去一、二、三就弹不起来了。那么弹不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得你们看一下啊、哦，马上看一下，看谁的手没有办法弹起来。越老了身体越差啊，马上呢这个就啊弹不起来了。那么就是等于你够不够气了，这拇指最能反应。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刚才讲了跟性功能有点关系的、哦，原来它没气的时候呢，那么男士呢就表示什么呢？就容易早泄了。在性生活比较早泄啦，甚至阳痿啦，这样了、啊。啊，如果女性呢，就容易性冷淡了，她都没气了，性冷淡呢，妇科啊、白带了就比较多了，啊。那么大家可以等一下来拍一下，看看自己按一下，再凹下去都弹不起来的人呢，你就要注意了。如果这个人身体很差，快要死的人呢、啊，你看那个，你买猪肉就知道了。注入新鲜的，一按下去很有弹性，是吧？买个已经过了一天的，就一按，哦，一个坑了，是不是啊？都没气，那个注入都不新鲜了。人也是，就按下去都弹不起来，就不新鲜了。所以看看这个弹不弹啊？我们就光看那个弹性。第二个呢，除了拇指以外，原来它除了这肺支气以外，对那个性都非常重要。性冷淡啊，阳痿了，它都不弹了，啊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大鱼字啊，大鱼字这里呢代表一个心肌的状况，这个肉很像我们心脏那个肌肉，很像心脏的肌肉，这里有没有弹性就代表心肌的搏动能力有没有弹性，知道没有？所以呢你按上去有些人都不弹了，这个心脏的供血就不足了。但是很有弹性的人呢，那么他的心脏呢这供血啊就比较好。所以这个是管我们的肾了，这个呢又管我们的心脏了，我们就看到弹性的问题哈。好了，每个手指一样，你看哪个不弹就哪个脏腑。然后现在这个是脾胃，如果我们还要看这个拇指，第一看除了这个弹性以外，我们还有清经。清经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脉，静脉曲张了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些青筋，如果这些有青筋凸起来，很容易发生冠状动脉硬化的特点，这里不能有青筋哦。啊，你看小孩容易青筋过鼻梁，是不是啊？那它是消化系统，但是大人以后它这里就不长了，它的心脏有问题啊，它就不是长在这里，脾胃有问题不长这里，它长了它长在这里。如果这里有问题，往往是冠心病的特点了，凸起来啊，扭曲啊，有些又紫色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么这个拇指呢，我们要看到啊这几个主要的问题，还有这个横纹，有些横纹是一条的，有些是两条的，有些人给它叫个佛眼，说的横纹越多对人的干扰越大。那么这里的纹不好啊，这些纹不好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属于心脏所管的，这个纹路不好啊，又打结又链条又导纹呢，就是心脏不是很好，是吧？这个纹要清晰的，要讲纹的时候就好。那么这个拇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要观察它的形态，观察的形态，这个形态怎么样呢？有些指头你们看一下啊，有些指头是这里宽这里窄，有没有啊？啊，像他这个同学就是这里宽就这里窄了，是吧？那么上宽下窄，下面是一个什么吸收系统？吸收就是你吃更多都好啊，他这里不吸收，就是凡是这里小的人呢、啊，他这个人就瘦的。这个下面是粗的，好像竹笋这样，这个地方是粗的。
啊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图哈，下面是粗的话呢，它这里呢就是这个人呢喝水啊都肥的，你要注意哈，就是人呢这个吸收能力啊，连喝点水他都肥。那么在减肥的时候要注意了，我一看哇，这么那么粗，上面小的人你很难减肥的，有些减肥的人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下面比较细的人呢，你怎么吃他都很难肥，知道没有？哎，原来是一个吸收的功能的问题，应该是脾经所管嘛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，注意了，我们一般拇指的就是中间就有一条横纹，那么这个人也是吸收功能有障碍，有横纹就有障碍嘛，知道没有？那么多条横纹呢，你就很难肥的，也是就要减肥它就比较容易，是有一条横纹这里比较细的人往往呢吸收功能都比较差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要注意健脾咯，注意保养自己咯。那么有些人有很喜欢减肥的人，看呢这里有横纹啊，这里细小的人呢他很快减肥，如果这里很粗的人呢，他喝水都容易肥啊，那这个就更加要坚定信心才能减。那么你要看到的时候，就不要说我包减多少斤多少斤，你看这个那么肥啊，哎呀你都很难减的，知道没有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有横纹比较小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吸收能力比较差一点，所以你怎么吃都不肥，你往往看这个手指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食指。这个食指，食指呢跟这个肠胃啊非常大的，这个是大肠经所过啊。这个指头也是这样了，下面的指节都是属于吸收系统。如果这个大肠下面呢，一般我们都是竹笋型的，外面小，反过来上面大下面小的，吸收能力都差，你吃多少都没有用，它这里吸不吸收？那记住，哪条经脉都是下面都是属于它的转化系统吸收系统，是吧？能不能转化看下面，如果下面小的人，这个脏腑都是差的，是吧？这个天然都是从下往上嘛，任何东西都是这样，连建栋楼的下面大下面，如果反过来了，它的消化系统啊吸收系统都比较差的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比较正常，三个节比较均匀，如果这个纹往下一点，剩下一点点，这个也是脾胃的消化功能强，所以三节应该是均衡啊，不均衡的特别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，基础来的。好了，食指呢很清白啊，没有力啊，弯曲啊，这个人呢因为他是个脾胃的功能，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疲劳啊，精神不振啊，指纹里面很多纹路啊，又有些是一条纹的，但是有些是两条纹的，是不是啊？纹越多，横纹越多，干扰就越大，你要知道，是吧？越多纹路干扰越大，是吧？有些两条纹三条纹的干扰越大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那么这个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，特别是大肠的问题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，我们也看清清，小孩除了鼻梁以外，中医很关键，看小孩就看这个青筋有没有自己出来，是吧？那么这里青筋，我们有一句话，青筋食指过这个一二三，这个小孩就病重了，很危险的。这个青筋如果从这里长了上来，在中医来讲呢就非常严重了，小孩将是个很大的病了。所以这些一点点小青筋啊，对人的肠胃啊的影响非常大啊，但是这些地方有青筋呢，那么人呢，大人呢，就会在哪里出现问题呢？这个就是肩的问题了。如果这个地方看见很多青筋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人就容易肩周炎了，是吧？那么所以不能出现什么青筋啊。再过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中指，中指呢是心包经所过，心包经主要管人的情志。神志啊，如果这个中指啊，刚才讲中指不是很有力啊，又弯啊，又小啊，那每一个人的指都不一样，中指又小又细啊，又不均匀啊，又很多这个横纹啊，一般人一条他就两三条的，有些是，那么他就跟那个生活的规律不是很好的人呢，他的手指啊，他就长得不是很好，往往就
提示那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。看到这里有青筋的时候，容易脑动脉硬化。我们看两个问题，这个青筋跟这里对比，你是心脏出问题还是脑袋出问题呢？这个预测是比较准的，就是如果这里青筋很多，往往就是心脏容易出问题，如果是这里青筋很多，往往它最后是中风的问题。哇，这两个问题我直接提醒很多人的，这不能有青筋的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再厉害啊，青筋要凸出来扭曲弯得很厉害，哇，那么这个人就中风了。你看小孩在这里青筋凸起来，哇，好像又紫色又什么，哇，小孩真的无事哭三场，他因为肠胃不好又肚子痛又不想吃饭，就哇很烦躁。那个小孩你都很难养的，而且都越来越瘦，是吧？不想吃饭。那么大人也一样，大人就是不忍住不出声，但是他脑袋就失眠啊，多梦啊，将来就脑血管意外，是吧？但是大人不舒服他就不哭而已的嘛，但是小孩他有什么不舒服他马上就哭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你不要看那个鼻梁，你看看这里就是中指，我们关联的心，关键要知道它是心脏，是心，这个心脏呢是一个中医是心包经，是情志的，就往往影响你的失眠啊、多梦啊、休息啊，不是很好的中指哈。三焦经是个膜的系统，这个膜的系统呢，我们看看，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有点像内分泌了。这个膜，细胞膜，细胞膜实际上就管着那个营养进去，废物出来，就是进出出了问题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了。所以如果这个太长呢，就是生活规则不是很好的人而影响健康，如果太短的话呢，就元气不足，就是先天元气不足，它太短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手指如果出现弯呢，横纹比较就是两条啊，一般我们很多一条，但是有些人两条，就是以内分泌就比较有关。那么内分泌这种失调了，这种三焦经的失调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就总有一种讲不出的不舒服，不知道什么不舒服，你总反正从头到脚讲他都有不舒服的现象，什么不舒服不知道，反正就不舒服，就这么奇怪。他就整个细胞都是他出入，就是他的代谢出现问题。所以我很多看很多人一看这手指歪这个部分，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种讲不出的？不是，是啊，反正从出生到现在，总之就是不舒服，哪里不舒服也不知道，检查又没有病，是吧？检查因为当时就是不舒服，哎，这个手指的好奇怪了啊！所以很多没注意哈、啊，手指是这样。小指呢，它是心经所过，一个心经，一个小肠经所过。这个小指虽然小，但是它竟然关联两个问题，还有管肾，所以心肾的问题就有小指管了。所以小指呢，对心、肾、子宫、睾丸，男性的生殖器、女生的非常重要，密切关系。所以一般小指呢，就比较长，粗直就比较好了。你不要看它很细小，但是因为它两条筋所过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指。那么小指的标准长度在哪里呢？小指你看过三关了啊，小指的长度标准啊，一二三，要小指能不能过三关，人家说啊，以无名指啊，无名指一二三，这个横纹一定要平齐它啊，这个小指平齐的意义非常重要啊，如果低过它、小过它，或者弯曲或者不摆进来，那么先天的肾和心脏都不是很好，生出来不是很好啊，啊，你要知道啊。好了，我们看小指要是不是很好，它心肾，那特别是肾的问题，泌尿生殖系统和性功能很有关系。如果这个小指特别细、特别小又特别短的话，那么女同志妇科很容易出现问题，月经不调啊。如果特别小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生育功能都很难了，就是容易不育啊、不妊啊。男的就容易肾亏啊、腰酸失眠啊，
肾功能不行啊，是这样的。女的就妇科不好啊，甚至生育，凡是不育不孕的人，这个小子是特别小的啊，不育不孕的人。所以小子虽然小，它反映的功能是一个循环系统，一个呢泌尿生殖系统啊。那么从这里说明，小子如果先天不足的话，那么对整个人的影响是最大。在五个手指非常重要，反而要看小指。五个手指里面，这四个手指都很好，哇，看上去都很好，但是小指不行呢，你就先天不足，你怎么他的身体素质都是差一点的。做人的身体素质的保养上，很关键是小指，小指最重要。平常呢，真的是要多游游。那么以前呢，我师父有一句话叫做小子过三关，人逢绝处也能生，就是你有什么有惊无险，遇难成祥，人家说是有什么病，有什么这个小子一定要过三关，就是小子，古人讲小子过三关，人逢绝处也能生，实际上就说明小子的重要性。那么现在不够长的怎么办呢？民间就流传了，不够长，拉长不长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经常拉保健，但是还是不够长，长一点指甲了。你看我都长一点指甲，最好能超过他了，心里安慰也好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为什么长指甲？很多人喜欢小指长指甲，就希望他能长过这个三关，是不是啊？每个手指所代表的意象，定了位以后，那么以后他有什么关联，有什么问题，你马上就要注意到那个。就是里面的问题了，就是它所代表的脏腑的问题了。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子型，先天生出来的子型，很多人都有长而有短啊，是吧？有强而有弱。一般五个手指比较饱满有力，发育比较良好的，那么一般的身体都是比较健康。五个手指，是吧？要包括小指啊，非常重要啊。如果有一个小指是特别差，那么它所代表的那一个脏腑就可能特别差了。五个都很好，这个差，对不对？四个都很好，就这个小指不好，那么这个心肾就特别差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再看一下，那么这个曲直的问题呢，我们一般你看比较直比较有力的人呢，那么这个性格的人呢，一般都是也是比较直，很奇怪嘛，比较直的人性格也比较直的啊。那漏空子很多人说是漏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漏财手，是不是啊？那实际上是什么叫漏财呢？我的认为，因为它是消化系统不好，吸收不好，肉长不上来，脾是主肌肉嘛，它吸收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老是看病，这个钱就没有了，就漏财了。那么再下来呢，就是指的长度，指的长度，指的长度呢，刚才讲了是吧？手指除了长以外呢，我们很简单，就是你看我的手是这样的，你看指短掌长。那么手指长短呢，有这个特点呢，民间是这样的，手指长的人呢，就适合什么？用脑袋干活，很会适应能力很强，很会转，因为长就是脑袋，手指管脑袋嘛，就管心嘛，所以他很会用脑。那么手指短的人呢，他就很会用力，像我就搞点穴啊，搞按摩了，我就觉得手指短嘛，没有什么运气可讲，是吧？反正就勤勤恳恳干了，是不是哈？是吧？那么这个手掌长短啊，就是表现那个哪里的供血问题，是吧？脑袋。那么手指短的人，凡事亲力亲为，他做了事都不放心，人家做了事他还要看看人家做了好不好，他要亲力亲为，好吧？手指长的人就脑力劳动了，就容易思考工作了，总之从事脑袋的劳动了，那么他就不想锻炼。那手指长不喜欢锻炼，像我的喜欢动，是吧？那么手指长短也反映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再下来看看手指的软硬了，整个手指的软硬哈，有些比较柔软的啊，你看看，像我的比较直，那么比较直的人呢，就比较自信，
啊，做事又比较坚定，是吧？行动力比较强啊，但比较执着，甚至呢有时比较固执，是吧？我要做那个就做那个，就比较直嘛，是吧？我非要赚透它不可。那么直的人呢，就你就掌握这个万物都提示我们，直的人就直喽。那么有些人的指呢是弯的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你看这个同学一搞这个手指头就弯过来，是不是啊？这样能弯过来了，这个弯的人也会弯咯，这个脑袋很会想东西咯，想着这个又想着那个咯，不甘心一样工作的，想想两份工作的，对不对啊？想着这个还想干到一份啊，就很容易用脑袋，总是很喜欢想，但是这种情况下呢，又容易出现，容易神经衰弱了，想的太多了，失眠了，多梦了，是不是啊？就直的人他就做完就是了，亲力亲为，睡眠就很好，一睡就躺下。好，那反正掌握这原则，世间就很多东西的弯的直的它就有这样的规律，那倒是直的人就火气盛咯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看看指的血色，就等于讲这个手指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指，如果是比较白的，就是气血不足了，这个很简单了，是吧？身体一般白的比较瘦弱啊，这手脚比较怕冷了，这你看，不但感觉看的手脚都比较，如果很红的人，他就血气充足就热了嘛。说红的是容易热，但是太红就凡事都不能太过。太红的话呢，血气反而不畅哦。手指头很红的人，容易疲劳，血气不畅。那你们看一下，马上看一下啊。那么手指头，你们看看手指头是不是特别红一点？啊，但是这个地方手指头下来，它又没那么红，有没有啊？凡是这两个要对比一下，这个手指头特别红，这个人就特别累，就特别容易疲倦。一定要学会这个对比自己，不是你红还是我红，对自己是最好。这个特别轻的人，这个就消化系统就特别差了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。那小孩呀、啊。这个地方长青筋啊，都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是这个挑这个肝疾，就是在手里面挑这个地方嘛。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大肠的一种极致在那里，所以这里就急住，这里就鼓起，所以这个地方红不是很好。如果这个地方老人家就要注意了，这个地方越红它就越疲劳，越疲劳，甚至血脂越高，血粘度越高，这个地方就比较红了。血粘越高，这个地方越红，好像葡萄籽一样特别红。但是这里就不红哦，你要注意，一定要对比。整个手掌红就另外看了，但是现在我想讲手指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往往越红，就是越是淤血啊，越是淤血。但是我们再看看，如果手指头红到发紫的时候，就注意了，哎。有一年过年，有个同学给我一个电话，他说他发现他妈妈这个指头黑色了，紫黑了，他就知道出现问题了。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妈妈的指头怎么会黑的呢？随之年29，妈妈就死了。颜色的对比非常重要，特别对比这两节啊，一看有些人。很有一个很长途过来坐火车，哇，一过来很累，真的。但是他的精神，因为跟我聊天，他好像，但是我一看，他手一伸了，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很累？他告诉我3天都没有睡觉，哇，真的很累。他说你怎么看到？你看这个太红了，都已经都淤血了，但是这里都是青的。他说哇，怪不得，原来越红就是越淤。等于汽车在塞车一样，塞得很紧，那么这个头脑供血不足，这个人就实际上很累了，心的供血不足，这个人就很疲倦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如果淤到一定程度，老人家就非常注意，非常注意这个指头不能黑。你看指头多重要，是吧？指头非常重要，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病啊，很多的病啊都是慢慢淤塞堵塞，慢慢紫红色，不留意，不注意把它打通这个经脉，慢慢就塞。实际上它这里的淤黑就是我们头的脑动脉，
啊，脑动脉硬化，脑动脉的供血不足，啊，中医反正就记住就讲脑，讲心哦，实际上就是动脉的问题，血的问题是心脏管，不过它是表现在心脏，表现在脑袋里面出问题，很容易中风啊，心肌梗塞啊，说手指头非常重要，很多人没注意个手指头，是吧？特别老人要更加注意，不注意的话，很容易手指头按呢、啊，再特上。很容易脑袋出问题，如果是全掌影响到全个掌的按，没有红润没有光泽，就要考虑到肿瘤的发生了，整个手掌都是不是红润比较暗，就要考虑到肿瘤，肿瘤不是一个部位，很多人说肿瘤以后就会转移，实际上那不是转移，在我手诊看的时候，很多虽然是胃癌啊什么肝癌什么，它实际上整个手掌都已经灰暗了，等于我们买一个梨啊，实际上那个水果没有烂的时候，你切掉烂，但是你闻那个水果已经是臭水果味，就臭那个什么一种水果烂味，虽然把烂切掉，但是整个水果都已经快变质了，它只不过那个快烂而已，很多不知道就以为我切掉了剩下这个还很好，实际上都已经，人也是光这个地方有癌症，这个地方有癌症的时候，它不是这个地方，只是这个地方比较严重爆发出来，实际上全身都已经手掌全部都灰暗的黑色了，所以你割掉这里第二地方又长了，就叫转移了，实际上我就觉得整个手掌已经黑暗了，是吧？如果整个手掌都很好的话，就一点的话，这个人就有的救，如果这个癌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整个手掌都黑，就很难搞，但是反过来讲，就一点黑，什么肺癌什么癌切掉就好，你就看手掌整个手掌都很好的，就是那个点还没扩散的，往往有的治啊。我们就看有几个同学也是这样啊，我也癌症啊，我切得非常漂亮，说他现在活到现在几年都没什么事，但是有些人老是说哎呀，我打了三年的什么化疗治疗还出问题，就是一看手掌都是黑的，还要继续排毒，那手一定要注意这个血色。那么我们再看看指形的一种规律，那么很多人呢就分得很细啊，什么竹节形的四方形的啊，什么圆锥形的，搞到你学不会，但是我觉得很多很感兴趣手诊，但是很感兴趣手诊呢，我们学的最好要掌握规律，为什么圆的有这个特点，四方有这个特点，平的这个特点是什么，你掌握它的规律，把它分成规律，就中医不是阴就是阳，是吧？你看不是太阳就是月亮，不是白天黑夜，那么人也是，你不管怎么变化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阴一个阳，也离不开，是不是？一个直一个弯，直的就直，弯的就弯了，人的性格都这样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看指形也是这样，凡是指的粗大壮的这个人，就表示什么气血的，等于这个马路一样，马路比较宽，汽车是不是走得快啊？比较粗壮的时候，这气血就回流得快，那么回流快，这个人身体就比较体力比较好，精力比较充沛，反应比较快，性质比较豪爽，那么这个生理决定了，那么多属于好运动人，体力劳动者，手都比较粗壮，那么这个人都喜欢去动，比较运动，而且是劳力者，在适合的工作他都要动的，那么反过来呢，这由于他比较宽，流动比较快，那么他就产生一种叫生理的特点呢，就是什么血气比较旺，血气太旺的时候又出现什么问题啊，所以又短又粗的人肝火盛了，就是哇他回流快，这个人就肝火盛，所以你掌握越短越粗的人他就肝火盛，那么这些人容易出现什么血压高咯，糖尿病咯，容易中风咯，等等，容易脑血管呢问题，他火气大，是吧？从这方面来入手，是吧？特别你是手臂青筋都鼓起来，更加说明这种状况，就如果青筋都凸起来，这个人火气更大，性格更直，甚至很固执很粗鲁了，这个人是不是啊？那么这种人呢最好呢，就是比较短比较粗的人最好打点太极拳呢、
啊，练练静坐的方法啦，练练养生的方法啦，来平衡它，就看手，就让这样来保养自己。粗壮的人就是练一点比较静的咯。那么根据这个呢，反过来呢，比较尖、比较长、比较细，有些人啊，食指，不沾阳春水，人家是那是艺术型的，他就容易用脑袋的，由于比较纤细，手指比较尖。那么这种人呢就怎么血的回流就比较慢了，知道没有？血的回流比较慢，等那马路太窄了，他就那个汽车都慢一点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他这种人就容易什么呼吸系统的问题，心血管的问题。那么这种人呢不喜欢怎么用力，他不够气不够力啊，他喜欢静喜欢坐。但是这种人呢因为这个长啊，脑袋呢就是比较聪明一点，比较好想问题，是吧？但是由于这个感觉呢，就是由于他这个生理影响了，所以思考问题就是容易做这个办公室啊，搞艺术啊，你看搞艺术这些人的手指比较长的，食指尖尖的，是吧？啊，搞艺术啊，爱好这些办公室啊啊。如果比较粗短的，你不要在办公室打电脑，肯定呢都坐不稳的，坐了坐了不想坐，他喜欢去玩呢旅游最好。所以看了死刑就知道他血气循环跟人的影响很大，如果你硬是要这样的话，他又容易出现跟你性格不合了啊，工作老是要变换了啊。但这种人就喜欢坐在那里，他不想动啊，就是喜欢用脑袋，但是用的脑袋太多了，因为他血气流旋慢呢，他容易什么精神紧张啊，又容易怕事，体质较弱。所以越长的时候的那个竹子一样，太长的竹子就很远，那么太粗的人很壮，是吧？那么这种人呢身体比较瘦弱一点啊，神经容易衰弱，容易因为老是用脑神经衰弱，又供血不足，精神比较紧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往往思虑过度，太长的人就容易老是想问题，那么呼吸啊、生殖系统啊、脾胃方面呢，想来想去都不想吃饭啊。所以你看看小孩也是，小孩也知道啊，我们叫有一句话叫长记不长肉，他很瘦的人，很纤纤瘦的，老是想问题讲，这就不长肉，是吧？但是他脑袋很聪明，你讲什么他都知道，他比你还聪明讲了，但是他就不长肉，长记不长肉啊。所以从这里来看呢，手指越长，这种的思维的能力啊，这种状况就越明显。甚至太长，指甲又留得很长的人，手指越长，他很容易想入非非，甚至呢就是钻入牛角尖了啊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就最好到参加活动了。手指长的人就参加活动了，手指短的人最好是什么，多练一点太极拳啊，搞这些就是养生的动作啊，是吧？那么处于两者之间呢，就是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变成是啊，这种什么型那种什么型都离不开这两样，只是越长的人越用脑袋，越想牛角尖，越短的人越肝火盛，越固执，是吧？但身体就越是容易上火。掌握这两个原则，你什么型都是人家定的嘛，是我定这么型，什么型，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两个原则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就是我们对手的分析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喜欢就是研究手诊，但是因为手诊太复杂，这个什么型什么你记不住，但是我只要掌握这个原则，我就已经估计到，已经大约知道你的整个素质、整个性格的状况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搞这个什么型这个什么，你肯定说不入奇门呢、啊、说我讲这个东西就让大家尽量掌握些这种规律性，那你就好记了。然后越短越粗越什么，然后时间长接触的多，短的很短的，哎，我就看出什么问题了。那么处于两者之间呢，它就比较正常一点啊，即使有什么病也好，有什么问题也好，它就比较容易恢复。就是我不长不短，说中医就是这样，反正我不长也不短，是吧？是比较好，是健美类型，它身体素质它也是比较好一点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俗话说了，十指连心，心灵就手巧，心灵手巧。那么手指，我看啊，
所以手指就主心血管的问题。那么还有脚趾啊，现在不是讲脚趾了，实际上脚趾也是一个末梢神经到达地方，也是阴阳交替，不过所主的脏腑不一样，所主的脏腑不一样。那么脚趾就跟头的关系比较大，食指连心就跟我们的心脏比较大的问题。所以手指脚趾的变化都跟人所对应的部位和身体的素质，身体里面内脏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根据生物全息就有这样的哈，这个手指是这样，小指反映心肾的问题，小指就反映心肾的，首先定位非常重要，定好了反正他看到不好你就说心肾，那究竟什么不好那再研究是吧，起码你要知道小指是心肾问题，主后头痛，凡是后头颈椎的问题，反正头后面不舒服了就小指去管。还有呢，无名指也叫环指，无名指呢反映肝胆的问题，就我们所说啊三焦经内分泌的问题。那么凡是这个手指有任何问题呢，它还反映连带一个就是主偏头的问题，很容易偏头痛，反正这个手指不好呢就老是偏头痛的，所以很多偏头痛这个手指一定有问题，你摸一下是检查一下这个手指就特别不好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指，中指是管心包的问题，心包经就是心脏里面有个心包经啊，它就管什么，管头顶的问题，头顶，所以有些人头痛是哇头顶，那是头顶的问题。那么食指呢就是反映大肠的问题，食指是反映大肠的问题。那么这个大肠呢，虽然食指是管大肠，但是它管前头痛，有些人头痛起来的眼睛呢是什么，不想打开，痛得来好像有个帽子压着就不想打开一样，眼睛都不想打开，就前头痛是食指。所以你看食指的任何问题它跟那个头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拇指反映那个肺和脾的问题啊，刚才也说过了，反映肺和脾的问题，它是指全头痛，有些人痛的呢不知道哪里痛，反正整个头都不舒服啊，好像有个帽子戴着一样，也不知道哪里痛，那么反正不知道哪里痛的，反正整个头就是不舒服，就是那个脾的问题，脾和肺的问题，这拇指管。那么讲完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忘记了，我说我马上问你，无名指管什么，小指管什么，你马上很多人忘记了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很简单的方法，你就治好这个头的了。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说，直指头多揉揉，失眠头痛不用愁，反正你不管他哪个指头，反正个个都拉着总有一个重，反正拉完他以后也不知道哪个头，反正你经常能摸那个头。你看动物都是，你看动物它都为了吃，为了要找吃，它拼命去抓，拼命去挖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它食指连心就是对它心脏最好的锻炼。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容易失眠啊，多梦啊，头痛啊，心烦啊，最好是指指头要多揉揉。那么这里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特别适合就是不爱好锻炼的人啊，不喜欢锻炼的人，坐在办公室，坐在那看电视啊，坐在看电视。那么我过年探一亲戚的时候，探一些朋友的时候也是，各个特别老人家都坐在那里看电视，这手脚都冷得要死，他都不舍得去锻炼啊。特别有些办公室哇坐了一天就不知道怎么去锻炼，好像坐飞机有些人坐了几个小时以后很累，就坐在那里，那么这几个动作一做全身的影响很大。那么这里呢比较适合一种就是很随意的，很简单，随时可以锻炼的一个手部的锻炼方法。那原来手讲到那么东西很简单了啊。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就我们所说了啊，
食指对立强心状，把食指这样扎好，尽量往身体来摆过来啊，很适合不愿意锻炼的人。你坐在那里没事看广告的时候，你就拼命这样做了，是吧？用力用力，尽量手往自己下面摆，再用力一下，这个一二三就够了。然后跟着双手对插头脑清，双手对插啊，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整个真的各个脏腑的消化系统，很多人不注意对插头脑清。做完这个以后，第三个呢，旋转关节通经脉啊，这个关节也要旋转，旋转压紧它，这个压紧它，旋转关节啊，三下就够了，再反过来三下，是吧？三下就够了。然后做完这个，我们叫反掌松筋骨，这样出来，伸，然后往上，啊，再过来，再出去，再过来，三下已经不一样了。好，好了，然后我们还有什么？指甲在经络上，指甲就是井穴的位置，然后我们怎么？指甲切切精神爽，这个地方就是阴阳开窍的地方，最好用点指甲呢掐一下它。越是不精神的人越是用指甲，没什么事你就要捏指甲两个脚三下已经很够了，你要有时间就多捏咯，是吧？一些老太婆老人家在家没事啊，或者一边看电视一边看工作的，你想精神，因为这里要油松，它这个脑袋就供血了，因为在这里上不来，这个血就上不来头，知道没有？哎，这个地方你经常没什么事，坐车啊、看书啊、在打电脑啊，不一定用的时候，哎，每个手指捏它几下，你要看看捏到哪个手指痛，特别痛的，就哪个脏腑有问题的咯。有些一捏，哇，这个手指特别痛，两边稍微用力，他马上就精神了。凡是不精神的，这个手指你一捏，那每个手指捏一下，马上改变。然后揉揉食指去头痛，那每一个手指先揉小指，好像上螺丝一样，把骨都要转一下，哎，一下就够了啊！我们说，你三下就最好了，因为没时间坐飞机啊，啊，坐办公室啊，你没什么事你就坐一下，啊，这边也是这样拧，啊，就在办公室里面是最好了。那每一个手指这样拧它一下，啊。好，拉拉它啊。那么我们再下来呢，按摩四关，就刚才人有四个关节是很关键的啊，经脉的关键就是四个关，就是第一个关节啊，做完以后手指以后，这个是对原穴所在，这经脉里面的五脏六腑的总开关在这里，五脏的开关叫做原穴啊，这个地方这个手要转，这个手要转啊，你坐在位置也不阻碍人家哈，戳到它发热，这边两三下用力一点，戳到它发热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手也是这个关节，这个关节就管六腑的，这个管五脏的，五脏六腑给你戳一下啊，这样好了，这边也是，是吧？那这样戳一下。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叫做啊摇肩转脖松颈椎，做好这个就是松了以后放松这个头，坐在那里就最简单的三两分钟就做完这个动作，是吧？然后往后往下再上来，往后往下，这个头尽量一转的时候往后摆，这个头又往后摆，然后往后，往左，往右，往下啊，把这个颈的肌肉啊，就是往这边的时候啊，往这个左拐的时候，这个肌肉要拉紧。你看后面的时候一定要拉紧这个，想的是想这个肌肉拉紧它啊。那么往这边的时候呢，也要拉紧这边。啊，然后再过来往上的时候就要拉紧它，
往下的时候要想后面，把后面的肌肉拉紧它，是吧？在这个头要这样转的时候，这个手就顺便往后转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是年轻人就最好了，就可以顺便转一下，老年人就不要做这个动作，老年人就往前往下往左往右啊，年轻人呢可以再加一个这样转一下，你看这样转一下啊，这样转一下，那么很快这个动作几分钟啊，通过手啊，通过这个动作又可以得到保健。坐在家里说我过年的时候我就哎，你有时间坐啊，又帮到人家去到哪里的啊，那个食指怎么样啊，叫他拼着，他就坐在那里就拼命看电视，别的有事干了就拼命坐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中国有个歌诀，他说手指脚趾多揉揉，失眠头痛不用愁，常揉拇指见大脑，常揉食指胃肠好，常揉中指能强心，常揉环指肝平安，常揉小指壮双肾。那歌诀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你们反正不管什么动作了，你们多做一些，是吧？反正手指就要经常剁啊。讲完这个手的特点，实际上就是要你多做手指的锻炼。